在准备进去清真寺里面，有没有？可是进去以前，我们会把鞋子脱掉。你会把自己鞋子脱掉，拿在手上，好吗？他穿的比较露，就是像他这样短裤，他只会给他一个什么，像长袍一样的给你盖一下，好吗？所以你要低推一下他这边。1830年盖的，这位当的时间当的最长，从1805年到1952年，他整个那么长时间都是他的王朝。他人呢，人当的时间从1805年到1848年，盖的东西是非常多，其中埃及最大的一个叫什么雪花石清真寺。为什么大部分的雕像都是雪花石做？到这边你会看到有这位1830年盖这座清真寺，同年也是把埃及的拉米西斯二世法老王在卢克索神殿那边的方尖碑送给法国交换礼物，送给埃及坏掉的时钟。这个时钟在那边，看到没有？法国送的时钟，有没有看到？人家清真寺进来这边做礼拜，当然要洗干净，对不对？哪里可以洗？做这个洗秤的仪式，在那边正对面，你会看到那边也来，就在那边有水龙头，哈、啊，有水就可以洗，洗手、洗脸，摸一下头发，两只脚都要洗。洗好以后再进去做礼拜的地方。我们现在就是准备进去做礼拜的地方，就是清真寺。请大家自己的鞋子、手拿子不要随便放，要进去里面。我告诉大家在哪里放鞋子，好吗？方向什么意思？做礼拜的方向，全世界的回教徒都是朝着麦加的方向做礼拜，所以进来任何一座清真寺不可能是随便我做这个方向，我做那个方向，固定的方向是这个方向，朝着麦加的方向。我进来清真寺，我会怎么知道呢？就会看到那边讲台，讲台是什么意思？有教长或者阿訇上去跟人家讲话，坐着的地方。站着的地方在什么地方？在入室的那个是1830年，阿訇或者教长上去讲，大家在坐着听，他再下来到前面去做礼拜。在里面还有一个就是金色，有没有看到？
这个里面的话是新修的，1939年。为什么？有发现，有发现。校长讲完话以后要下去，走到最前面带大家做礼拜，对不对？他下去找或者下来以后走过去，他会经过人家坐着盯他的人，这样子没礼貌。所以觉得他的讲台放错地方，该放的地方是最里面的地方，所以马上就在里面最里面的地方就放好了。这边来的时候柱子有1、2、3、4，有4根柱子，主要的4根柱子的话就在这边4根柱子哈、哦。上面就是圆圆的屋顶，是最大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屋顶啊，就是旁边有好几个屋顶。有这个屋顶的是什么意思？开始的时候，1830年的时候，当然没有化工，对不对？所以二凤或是教长在里面讲话，跟人家盯，这边300多个人在盯他，而讲话再怎么大声，他们听不到啊。可是有这样的屋顶啊，圆圆的屋顶啊，有没有？所以会有回音，有听到？有回音，对不对？所以有回音，大家都听得比较清楚一点。这是第一个。现在当然，所有新修的清真寺还是圆圆的屋顶，是当自己的特色而已。可是开始的时候有用。再来一个，有悬泥塔，全部做礼拜的时间的塔，每一个清真寺都有一个塔，对不对？以前人家宣布做礼拜一天5次的礼拜的时候，再怎么大声，大家都听不到。城市越来越大，人越来越多。开始的时候根本没有这个塔，可是后来又开始有这个塔。阿訇或者教长要宣布做礼拜的时间的时候，中间有梯子上去，上去要全部做礼拜，整个城市听得比较清楚一点，或者可能是比较大声一点。可是现在所有的讲台都没有这个用，为什么？现在都有化工，所以比较有大声，所以不主要。可是现在盖的话也是当自己的特色就对了。进来这边的时候看到4根柱子是最重要，上面的是人家漂漂亮亮的这个特色，是属于回教的特色的这些壁画。什么柱子？也是这个时候奥特曼帝国也是会收，也是会收欧洲的影响，或是互相影响，变成说人家在那边详细一点的看到，就会看到是类似这种柱子哈、哦，这种柱子是有一点西式的柱子，好、哦，这是等壁画。再来这种玻璃的话，玻璃的话也是原来的彩色的玻璃，也是当阿拉伯人或者说那时候的时代的比较的特色，这种彩色的玻璃就对了。进来这边，我是国王，我盖自己的清真寺，在里面要留这个地方，一个地方就是自己的坟墓。阿里这个国王的坟墓是不是在这边？是在什么地方？这边。这边的时候啊，就是阿里这位先生的坟墓啊，或者这位国王的坟墓是在这边。人就是在这边有一个这个棺材，或者可以说墓穴嘛。然后地下就是一个小小的房间，就是把人躺在里面。堂子怎么放啊？等到我会跟大家讲，回教徒在里面或者做的这个土葬是怎么做。这边你是写得很清楚，人的名字，阿里国王的名字在这边写得很清楚。中间这边就是一个回教的这个可兰经的一章，在这边写得很清楚。这个就是他的坟墓，盖清真寺的时候的坟墓。再来靠这边。做清真寺做礼拜的人并不多，在这边做礼拜的人并不多。为什么？离城市很远呢，在城堡啊上，一般人家来玩啊逛逛啊，他就有机会那里这边就做礼拜，对不对？所以在最前面人家一排的人，好几个人，20几个人在做礼拜，有没有看到？所以人家就在那边做礼拜的哈。所以给大家10分钟的时间照相够不够？够不够？好，现在3:40，给大家时间到3点。哪个地方做的这里？这里是就是我们阿里说的维也纳的。And if you rebuild this army, they put against all the different sides.
再来阿里国王的城堡，大兵城堡里面的清真寺啊，大家 hello， 哎，大家好，因为这边声音不能太大，所以我来讲话，好，谢谢。好，这清真寺。6:45离开。
啊，离开直接。嗯，等等。啊，6:45离开直接到船去。那么有到船的时候啊，就是。就是自己有东西放在车上可以放到饭店啊。好，我们现在下车，现在是埃及时间4:25，我们今天晚上住在这一家旅馆五星级的，然后休息2个小时之后，我们要到船上去看吃晚餐及看肚皮舞，肚皮舞再拍给你各位同学们看。OK， 好，来，那第一个呢，我们先讲的就是它的整个埃及的初期王朝。那这个王朝呢，一共有两个王朝哦，就是第一王朝，哦，第二王朝。那这个呢，就是在差不多西元前的三千年以前哈，哦，就是现在的5000多年以前哦。这个是纳梅尔哦，就是纳梅尔王，他整个统一埃及的时候，好，哦，然后再来呢，就是。古王国时期哈，那这个古王国时期哈，是从第3到第6，那中间呢，因为有一个第一中间期哦，有一个7到10王朝，所以它又从3到6，然后再来就是11跟12王朝哦，两个，那这整个呢就叫做古王国哈，古王国的时期。不过今天不是有到这个埃及的博物馆去看吗？它不是之前有写一个 Old Kingdom 哈，就是古王国的时期。好，就是它的古王国哈，然后再来呢，在古王国里面，我们就以耶色王，就是在大概西元前2650年的时候，好，它是以这个以耶色王为主哈为代表。那明天呢，我们的行程就会去看的哈，就是这个萨卡拉的阶级金字塔，好，包括还有南面哈，有这个什么弯曲的哈红色金字塔哈，明天的行程好都会安排。然后这个第一刚刚有提到是在第7到第10的这个王朝嘛，哈，然后呢，第二个，这一跟二都是它的中间期，哈，那就是第二就是在这个13到17，好，13到17，再来呢是这个大概在西元前1565年哦左右，好，这个大家应该有印象哈，就是它的一代女王哈，那个时期就是第十八哈，就是新王国的时期，这个就新王国了哈。那比较著名的就是以这个哈特斯普特哈，各位知道的啊，我们都还要去看他的女王神殿有没有？搭游轮的时候，不是有到这个帝王谷吗？帝王谷之后，不是又到他的女王大殿去看了一下哈。那其中之后呢，就以这个还是18王朝哦，还是第十八代的哈。就以这个图腾卡门为主，好，哦，这个就是在第18的新王国哈，哦，然后再来呢是19王朝哈，哦，那新王国它一共是18、19、20三个王朝，哦，有三个，第19呢就是各位很熟悉的，也是这个我们这个导游呢，他是他的弟弟吧，啊，哦，这个拉美西斯2世啊，好，哦。这是第19王朝哈，比较出名的，就是这个以拉美西斯2世为主哈。那新王国就是18、19、20了。那中间呢又来一个第3中间期哈，那是从21到24，好，21到24，然后再来就差不多在现在的西元前的这个750年以前哈，整个就称为是末期的王朝哦，就后面的啦哈，还比较接近。比较接近一点现代啊，也不是很现代哈，哦，末期王朝，哦，大概它是从25王，哦，到第30个王朝这样子，哦，整个称为末期王朝。那这个时候的代表就是亚历山大大帝了哈，哦，这个时候的代表，哦，大概就是说
整个西元前之前750年之前的王朝，大概就分为说初期王朝、古王朝，也叫做古王国哈。那古王国来呢，有一个第一中间跟第二中间期，然后再来还一个就是新王朝，啊，新王国了哈。新王国再来第三中间期，啊，第三中间期之后呢，最后有一个末期王朝。那一直到这边呢，都是七元前750年。那接下来就是各位一定也有印象哈，就是波勒密王朝了哈，波勒密王朝。那波勒密王朝就是305年一直到七元前30年前。那这个最为代表的就是这个埃及艳后哈。那埃及艳后各位有时候都会把跟这个一代女王会搞错哈。这个埃及艳后就是克利欧佩特拉七世啊，克利欧。这个就是埃及，就大概在西元前30年的时候啦，啊，就有一段呢，跟这个凯撒呢，啊，凯撒大帝呢，到这个埃及过来的时候，啊，各位为什么有这个游轮？所以我一开始也有请教各位说，为什么要排这个游轮？啊，不坐火车啊，不坐车子哈，它这个游轮呢有由来的哈，就是说这个克利欧呢跟凯撒度蜜月的时候呢，就是搭我们从这个阿布辛贝来到这个亚斯文上游轮，有没有？然后亚斯文呢，一直到路克索这一段，啊，这一段就是他们度蜜月的这个期间，啊的这个路程啊，啊路程。然后再来呢，大概30年前之后呢，一直到西元的324到641，啊，这个就是整个就是东罗马帝国哈，啊，就是拜占庭帝国啊，罗马帝国统治的这个埃及哈，啊。那这个时候如果说要跟我们整个中国的历史来比较的话，应该大概就是在东晋的时候，那就这样可以更清楚年代了哈。然后大概在642年哈，西元642年的时候，阿拉伯哈，应该这个导游也提过哈，西元642年的时候，阿拉伯就进入了哈，他进入了开始把这个伊斯兰教传进来了，就在这个时候开始的，然后因为他在642统一埃及嘛哈，统治了埃及。啊，所以说他也是有被这个老外很近啊，就是阿拉伯人统治过哈，然后从这个时候也影响了他们的宗教哈，那这个时候呢，也是相当于中国的这个唐朝的时候啊，就是我们唐朝的年代，然后西元642年，那接下来呢，一直到都是罗马帝国在统治哈，大概在西元的1517年啊，大概就是这个。又被这个鄂图曼土耳其哈，所以他又被这个异族啊，又被统治哈。然后鄂图曼土耳其呢，一直统治到西元的1831，啊，到差不多在1830年啊，1831年哈，就是爆发战争哈，应该各位历史的话，应该有一点印象哈，就是埃及跟土耳其的第一次战争啊，打仗啊，土埃战争啊，第一次1831到1833，那再来就是1839年到1840年两年的这个土埃战争，那因为这个战争之后啊，这个埃及呢，就在这个伦敦会议室里面呢，就由埃及哈，比如叫阿里的，因为阿里实在很多人哈，阿里的哈，成这个出任为埃及的总督，而且还世袭哦，好还世袭，可是后来还是有变化哈，因为英国很介入哈，有这个英国的这个介入这个土耳其哈，就介入这个苏伊士运河哈。然后呢，目前比较近的，应该各位就可以了解哈，1956年到1970年哈，纳赛总统哈统治的期间，啊，这就是纳赛统治的期间。那再来是1970年到1981年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是沙达特总统了哈，沙达特。好，那1981年到现在，好，就是那个蛮。导游蛮扯的那个穆巴拉克总统，大概整个年代哈，跟他的埃及的历史大概是这样来划分哈，各位可以稍微了解一下哈，比较不会搞混的。好，好，就这样了，谢谢，谢谢。法老王，有点凉啊！我跟你说，等一下，完了，那不是说开始吗？那不是，那不是。
四季，四季到那边，这个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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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季，四季到
乱讲。那你也晕船啊？想了半天。没有啊。故意问你的，什么想半天？可能不知道。来。我们应该拿来我去。是那个嘞，来嘞，也是出来游玩的船，但是靠在那边餐厅嘞。汤姆雷德也是You ain't how I swear.
拜拜。